有老鼠不是很正常吗？那女的怕老鼠不也很正常吗？这是今天的工钱。今天怎么这么多啊？上个月的高温已经下来了。那阿弥，你拿这钱去买几斤肉回来吧。你约好，那我顺便给你买几盒化妆品回来。你看你好久都没化妆了。哎，阿弥，等一下。怎么了？我还是和你换一张吧。化妆品就不要买了，我们还是多存点钱吧。好吧，阿明，再等一下。又怎么了，小月？我们还是买几块豆腐算了。这怎么行呢？这样你身体会跟不上的。没事，我的身体我知道。阿明，还是别去了吧，那几只鸡刚下了蛋，比豆腐还有营养，还不要钱。哎，我主要是想让你吃好一点。哎，没事的嘞，走嘞，你去炒菜，我去把衣服洗了。喂，燕子啊，无论是万姻缘还是来求官，想到我念中掐指一算，只连个一二三，不管你听不听，不管你信不信，你我二人再次相遇。哎，你看他的小月跟家过年的时候白白胖胖的，现在都成什么样子了？看来他们也是家里一个月多了。哎，小月，你在洗衣服啊？算命的小神仙呐，行走在江湖间，算命的小神仙。你豆腐有营养啊，我是说鸡蛋，你把我老母鸡杀了，我拿什么下蛋呀？行了行了，你先去把衣服晾了吧啊。你不是给营养东西哪里行？人生出了窍，鸡叫皆生烟，昨夜我梦小玉吃饭了，来了。小玉，哎，燕子，你怎么来了？这是阿明哥让我给你带的护肤品，他对你可真好。那我先走了啊。哎，燕子，你在这里吃了饭再走吧。啊，不用了，谢谢。哎，阿明，你怎么要燕子带来的护肤品呀？哦，来了吗？我们不是说我们要存钱的吗？哎，吃饭嘞，吃饭嘞，我的女人怎么能不保养嘞？快点快点，怎么保养？只要夫妻同心，要什么都可以去争取，钱又不是省出来的。看着我干嘛吃饭啊？走了，回去了，小月。喂，小月，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阿明，我好像去吃早饭了。娘，你吃了早餐过来，你不同意，带你回去。来。阿明，我好很多了，你把我放下来吧，你锄头还没懒呢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在吃那些？在吃那东西谁要啊？还好我今天在你身边，要不然多危险啊！小雨，你先躺一下啊。五月兰亭下远行的桥，望着高高的天，走了。小雨，好点了没有？好很多了。来，哎，你躺着，躺着，来，来先吃几个野柿子。阿明，我自己来吧。嗯，吃完你休息一下，我去摘些果子给你做糖水。哦。还可以。
点了吧你？啊，先走了啊。门庭下远行，这高高的走了长长的，忘了回头看。小玉，让你休息，怎么还在玩手机啊？那先把这个喝了。当年我看天气变凉了，在网上帮你买几件衣服。哎呀，我柜子里还有好多衣服呢，不用买。那衣服又不贵，再说你的衣服也穿了好几年了。哎呀，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，你先把这个喝了，对你有好处的，我先去做饭去了。我哪里有钱借给你？走走走走走，说了没有就没有。你